哎，汤匙。要汤匙吗？你有吃薯泥面汤匙嘞？面汤匙，汤匙在面边。哎，汤匙。下面。打死。面汤匙。你看他害羞的嘞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有病，我人家都有了，还管他是不是啊？是啊，那。快点啊，他喜欢新鲜的。你好歹要给我梳一下头吗？你有一点打扮，化一下妆。给快点嘛！你烦你。你有镜子。我再给他试点标记吗？还要镜子这么尖？梳头了。哈哈哈哈哎，等下不要破三千了，要给人家杀掉。哦，哇，真的是，怎么再破？我原本是讲我刚才洗出来的，还是打给我室友，我是装没有睡醒。是嘞。啊，你马上才破。这个这段要剪掉。不要不要，这段需要放，这段需要放。跟你讲，我破小不要带警报吗？不要带我就可以了，对吗？你好了没有？要被我接，然后我直接被人在那边看到你抓起来。是嘞，很烦的他。麻烦嘞，去洗一下脸先咯。梳一下头有 wax 吗？要不要直接从下脸上了？要不要要不要擦一点口红？帮我先脱下裤子。啥的？直接冲进去。你可以快点嘛。还有没完没了。我已经录了要两分钟了哎。还要脱裤子比较方便点。拿个电话去顺便记电话嘛。谁呀、啊？喂，这边。我在紧张的时候。Hello， 我是MakaSeng He外卖服务。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这是你的早餐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关于你那个收费呢，应该我们会跟另外一个人索取，所以你放心的吃。我的服务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下周再见。